荣耀发财快报，大仙什么都知道。小鲁班竟成了现班最强射手，强盛了大半个赛季的狄仁杰只沦为补位英雄。赛季末充分到底应该选谁，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赛季末发育路的梯度排行。目前来说对局整体节奏越来越快，而且还是围着野区展开，这让黄忠、艾琳这种自保能力比较弱而且发育较慢的射手很难有所作为。不过黄忠在这个赛季得到了好几次加强，而且压塔能力颇为优秀，在打推进阵容时还是能打出不错的效果，所以目前排在 T3 行列。像当年人气射手马可和孙亚香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马可经历过几次调整，已经不再像当时一样只有一件末世即可出战，一技能若是放不准就好像空了自己两秒。面对全肉的阵容，即使有着真伤存在，但也存在着刮痧问题，好在灵活性很强，在任何阵容都能掏出来玩一玩。而孙亚香就是经典大后期射手，需要三件套成型才开始发力，虽然到了后期的输出十分可观，但现在越来越快的游戏节奏让他很难支撑到成型期。目前两位都排在 T2 行列。活跃了一个赛季的戈牙到现在强度也差不多稳定下来了，经过几次的手感优化，让他现在的加速变得丝滑不少，大招堪比吕布的分割战场能力，让他在诸多射手中脱颖而出。而独特的被动加速机制也让他有了独一档的跑图和拉扯能力，对线也能在大多数射手上拿下一定优势，目前暂排 T1 行列。同样和戈雅排在 T1 的还有狄仁杰和李元芳。总之这些自保能力和清线能力都不错的射手在目前来说是比较吃得开的，而且无论狄仁杰的法球流还是像李元芳这种技能型射手，成型速度都比较快，更适合现版本的对战节奏。要说谁才是赛季末的 T0， 那小鲁蛋和阿里当之无愧扛起了大旗。先说鲁班，现在不仅是登场率高达20%，还有53%的胜率高居第三。虽说生存能力一直被人诟病，但成型后输出十分爆表，而且被动扫射加上大招清线压塔都在射手中排得上号，妥妥的版本答案。阿里就更不用说了，大神玩家的最爱，前期就能跟紧队友节奏，到了游戏后期比较吃操作手法才能打出效果。最后给大家附上一个射手的梯度排行，赛季末冲分我强推一手小鲁蛋。一个 ID 名为懒得切橙子之间的先有连到赵怀瞻能把公孙离大招的伞收没吗？没收后公孙离还能继续利用被没收的伞进行位移吗？赵怀瞻是可以用大招把公孙离的伞没收的，并且没收后哪怕伞消失了，公孙离依旧可以位移到赵怀瞻身边。所以当你的伞被没收时除非对面残了需要你进行收割，否则要谨慎回伞。虎牙688每晚7:30，咱们不见不散。